我是 Apple 老师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特别企划，因为我最近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些正妹，结果他们竟然是男生。我有一个闺蜜，她很帅，我觉得不能输他们。你有一个弟弟，他很帅。还好。很帅。姐姐比较正。来，那我就请我那个帅的男闺蜜进来。Hello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露露。露露，那我问一下，以你这帅的程度，你在路上的回头率大概是多少？十个你们应该有十一个吧？哦，爆表了，帅气爆表 ，OK。所以我相信这么标志的五官改造起来，应该会很正吧？那我就等你来改造咯。那我今天改造呢？好像跟幼稚园小朋友，好像跟幼稚园小朋友讲话。因为我是 Apple 老师，所以我讲话都会这样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帮我这帅闺蜜改造，我请一个首席设计师，谢谢，一起改造，就是我，帅哥，我们欢迎。大正妹李明，巨乳大正妹，巨乳大正妹，巨乳吧，哇塞，这。受到威胁性了，心机啊，小心机啊！你要等一下，不然你会输哎。没关系，老师不遗漏太多。我今天请到我们妮妮当首席设计师，妮姐，妮姐。Hello。因为我以前是读美妆的。读美妆的是吧？难怪妆法今天看起来就不一样，特别小心机。我用的。你？我配的。最好是。我以前也是读美妆的。那应该不能看。不信给我改造看看啊！那他今天要什么戏？我觉得应该欧美吗？欧美戏应该可以，因为他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混血的感觉，还是我的错觉。那我可以擦大红的口红吗？大红哦，懂唱哦，因为露露算鼻子很挺，对，跟我差不多。我们等一下服装到了马上挑选，大概会送个100套来让我们挑选吧。哦，货柜车。对，我已经跟那个服装的联络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给帅哥试穿烧货的衣服，辣妹衣服。这可以哦。这可以。也太性感了吧。这是不是没有冻装哦？这所以没有下半身的意思。对，我们没有再穿下半身的。这个大家没有穿下半身。不用啊，这样子就是用这个当套住哦，这样子。这可以哦。对，然后就是再加上这个性感的，那下半身呢？就不用下半身。屁啦！就是呢，下午想要去书店喝喝咖啡，遇见总裁。对，遇见总裁老板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要去跟人家睡觉的意思吗？还是我再找一套衣服给你？对啊，我先脱掉。好，先脱掉。失败啦，再去找啦啊！秘书，小秘书的感觉。哇哇，蛮清新的哎。现在先帮我确认一下我的 schedule。等一下我们要去汤姆熊了哦。我们现在要请那个妮姐首席设计师来帮我们的性感小魔女上妆。好，我现在拿出我的工具。你的工具有很屌吗？师傅给我的。你师傅传授给你的吗？妈妈号。妈妈号。哇塞！也太多东西了吧！结果只用到这边。只用到底妆的部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人就是比较霸气，就是给它涂开。那给你一个艺名好了。什么艺名？卤肉饭。卤你妹。我觉得第三期应该都是要叫 Coco 吧。Coco 露，Coco 露露，它分配了最难的，像这个小的跟芝麻一样，然后贴在它下面。还是你要贴上面？所以它的下面是芝麻。是的。你剪的也太小撮了吧？对啊，我就跟你说像芝麻。那你帮他吹一下好了。好。有没有闻到我清香？我早餐吃什么？葱烧面。还有呢？烘干咖啡。两个姐妹要去买东西，哇塞，太近了。你今天是学我穿衣服啊？我觉得你们不错啊。我要什么？那我要穿甘露。看我要跟他一样甘露。你干嘛学我的剑？我想学你的啊。
我肚子很饿哎。那个小朋友，妈妈帮我试一把。亮面呢？逛了一圈回来，你觉得当一天的女生怎么样？很不舒服。嗯，哎，你们不要乱拍嘛，很热。很热。你再翻一次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觉得当一天的女生怎么样？很不舒服。嗯，哎，你们不要乱拍嘛，很热。很热。你再翻一次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。很热哦，化妆真的很不舒服哎。我觉得这样蛮正的啊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哎，你评分一下。我们今天帮你打扮，你要评几颗星？满分满意程度，小心品呢？我觉得满分是十颗星，九颗星，哇，差一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满？我们没有帮他提一码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一码还在，哎呦，还要讲吗？那下次注意，越少越好，被喜欢的。对啊，对，刚看很多市场的阿伯啊，笑得很开心，很喜欢呢，说笑的呢，告诉我的店员被我电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算改造大成功吧。那我把那个脱掉了哦。你要下班了。然后下班了哦。好。一二。哎，江西郎哎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点赞我的脸书粉丝团跟追踪 IG 哦。拜拜。